香港政府于九月一号推出普及社区建设计划，为香港市民提供一次免费2019冠状病毒检测服务，计划为期七日，是乎实际进度最长延期七日。计划属于自愿性，除了六岁以下儿童或不适合进行检测人士，所有持有有效身份证或香港出示证明治病无病的市民也可参加。市民可在网顶预约，提供个人资料，特选检测地点及时段，以便接受检测服务。政府已各区设立社区检测中心，中心场地也根据卫生署建议，实施适当感染控制及保持社区距离。鼻及喉混合采集的样本，均由医疗或护理训练人士进行。若检测结果呈阴性的人士，结果会以电话得信通知；如检测结果呈阳性，将与卫生署通知，并立即作出跟进。是次检测只在香港进行，检测样本也不会寄出香港以外。在完成检测用途后，并未消费。个人及私隐受到充分的保障。